是白色的。我一般都出现在你家的窗帘。要下雨了，来就来呗，又来了。那我都要疯，不适应，就卡在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刚刚好。前面20分钟，中间20分钟，后续20分钟，一下中到顶就可以了。两个小时呢，不知道是啥玩意儿。
放开，你给他剪眼了干啥呀？长长的粉丝，你把他放开，你让我来。哥呀，你给他放开啊，你给他放开。好不容易有个男的来勾引勾引我，你赶紧给他放开。
什么是云？何为明云？Thank you.